好，透过刚刚呢，我们几乎呢，像傻瓜相机式的方式呢，一切呢都是由，我们的软体帮我呢主动的配置好的，然后也成功的产出了 VOV 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如果呢怎么样来调自己喜欢的？好，比如说呢，我这个的特效啊，好，这样的特效哈，我们预览看看，它的特效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停下来哈。那我们如果不喜欢这个特效，可以来这边改哦。哦，可以来这边改哈、哦，哎，好、哦，比如说，好、哦、喜欢这样的，就改成这样哈、哦，哎，那这一张呢，喜欢这样的，哦，这边有很多，比如说想要这个的哈、哦，你都可以呢来做，不哈、哦，乱数取得的方式是由电脑来帮你产生，但是我们也可以呢自己来定，好、哦、定出它的效果哈、哦，那我就不一一做了。然后呢，接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就是说，好，转场的速度哈、哦，我们这边也可以做一个选择哈、哦。我们是一般，如果希望它慢慢来，那各位可以选择这一个慢慢的哈、哦。那本章的秒数就是呢，啊、哦，停的秒数哈、哦。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做一个调整哦，比如说这一章嘛，这一章的话呢，希望它停了大概两秒哈、哦。那这一章呢，可能呢是两秒。那这一张也许呢，我们可以调成三秒，哦，就看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设计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从这里你看哦，我们再加一张好了，比如说这一张也要两秒，还有各位这边的秒数，啊、哦，就是呢，我们这个投影片大概将近十张的这个照片呢，哦，可能花了将近五十八秒哈、哦。那我们这边的数字跟动的话，这边会跟着跟动，哦，好。然后接着呢，我们希望呢来做一个呢，我们先这样好了哈，先这样来预览看看啊，我们做一个预览看看，是不是符合我们刚刚的？哦，因为我们刚刚大概给它的时间比较长一点，哦，因为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的变动，这边也会跟着变哈、哦。好，以上。